最近的上海是真热闹，不仅有引领时尚风潮的时装周，还有女神级对决，刘嘉玲、秦岚与钟楚曦比美，谁更亮眼？何超莲嫁给窦骁后首次亮相，身着抹胸刺绣长裙，仔细看更是荧光闪闪，像是会发光的星，与佩戴的幻海系列珠宝相得益彰，绚烂多姿。钟楚曦以盘发造型亮相，同样是一身黑色抹胸连衣裙，大秀身材，高贵迷人。黑色丝绒抹胸长裙把她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，搭配蓝色珠宝，整个人的高级感直接拉满。秦岚一袭黑色礼服与耀目珠宝交错搭配，这真的是从海外录完花哨下了飞机直接参加活动的状态吗？也太美了吧，看起来精神状态和颜值状态腾腾在线呢。57岁的刘嘉玲向来以大胆敢穿闻名，选择一条白色紧身镂空连衣裙，胸衣式设计衬托出好身材，若隐若现，性感撩人。高颅顶八字刘海的发型刚刚好，很减龄，没有过分艳丽的妆，也显得人很素净，整个人有种颜值大回春。